比比，啊，不想活了，怎么了？啊啊，不哭不哭啊，啊，不哭不哭。我不只想骂你，我想揍你啊！哎呀，我承认我这次栽了，哎，要不你打我一顿，你把我打醒算了。我先问问你，这个视频你知道他拍吗？我知道，我当时喝着五迷三道的，我怎么知道他在拍啊？我就是怕我儿子看到这个视频，他本来就有抑郁症，他要是看到了这个视频。他提条件了，他说让我给500万。五百万？他疯了？他以为你是土豪啊？报案！哎，不能报案。要是报案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我还怎么做人呢？我不活了。那你就给钱呗。没钱。老爷留着那点钱，让我都给造光了。云清，我身边这么多朋友，这次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你就帮帮我嘛。我说你干嘛就不长长心呢？都这个岁数了，还玩自拍，整天荒淫无度的，消费男生，这回消费出火了吧？我错了，你让我再也不这么玩了。你这次救救我行吗？求你了！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吧，去洗个澡吧。你今天晚上跟我睡。冰冰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俩又冷战了，是因为 James 吗？哎呀，不要说他了。啊，先去洗个澡吧。何冰冰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回家再说好不好？我在家等你。嗨，晚上好啊。我有事想要跟你说。嗯。咱们的事，你非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吗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又怎么样呢？谁能阻拦得了你这头恋爱中的犀牛？别那么难听啊。我就谈个恋爱呀，怎么就变成犀牛了呢？好好谈，慢慢谈。我也觉得是挺好的。今天朱莉来上班了。知道啊，她请我吃晚饭呢。我觉得她现在已经完全的恢复元气了。不然怎么办啊？爱情被别的女人抢走了，当然要努力工作，恢复元气喽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年轻，明天我和大学同学有一个聚会，你跟我一起去玩吧。他们都是你的大学同学，我不去了，我觉得很别扭，你自己去吧。又开始瞎想了，来来来来来。你看，我不带你出来吃饭吧，你说我不想让你见我的朋友。带你出来吃饭吧，你现在又瞎嘀咕。我有错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没错，你没错。漂亮，你最美，看着跟我学妹似的。真的，魔镜都告诉我了，1000米之内，你最美。好，你这句话我喜欢。那就好了，开开心心去。真的要去啊？不去了。那我自己去喽。哈哈，哎。别紧张啊！不紧张，紧张什么呀？我也没紧张。你别装啊！哎呦，方舟！哎呦，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哎呦，方舟！
哎，你别闹啊！今天你小子可不能乱说话啊！正式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何念晴。你好，何总。你好，久仰久仰。我也来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周小六。你们好，秦姐姐，我特别喜欢你们公司的 Angela。啊、哦，这妹妹看着好像高中没毕业吧？你看人家都大三了。阿毛啊，你小子够禽兽的！我说你们这些人能不能别那么老土啊？我这也是为了下一代着想啊。人家97年的，20，女性最佳生育年龄，懂不懂？你比我的女儿都小啊！对不起啊，秦姐，我是不是应该叫你阿姨？你太不会聊天了，叫姐姐。啊，对，姐姐。方舟。呀！哎呀，更加更帅！来来来来，何念晴，我女朋友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坐吧，坐吧，坐坐。来来来，上次见的不是他。来来来。生气了。哎，这死阿毛，真没想到带个小女孩过来。我哪有生气呀、啊？我萝莉嘛，好啊，男的都喜欢小的嘛。那哪叫萝莉呀、啊？那得算是巨萝莉。切。我喜欢玉姐，像你这样的漂亮姐姐。又是姐啊？不是姐，玉姐。好啊，玉姐好，我喜欢的不得了啊，玉姐。行了，是不逗你开心吗？别生气了啊。这葛峰阿毛是我大学时候最好的朋友了。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说过，有一天不管是谁，如果要结婚了，那之前一定要带着女朋友跟大家见一面。今天你真的给我长脸。你的那些大学同学啊，干嘛都好像不太靠谱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那当然了，太不靠谱了。就是因为他们太不靠谱了，才必须有我这样靠谱正直的人来挽救他们，要不然他们俩更不着调。哇，我从来都没有逼你跟我结婚啊，干嘛你要带我去见你的那些同学啊？我没说你逼我呀，姐。姐姐姐，姐够了没有啊？你烦死我了你！你说了不说了。为了逗你呢吗？想让你换一个心情。你叫我大姐，我还很开心啊！我开心了哈、啊，我笑了吧？这多好呀！多好！哎呀，你真是最近怎么了你？一点就着，是不是跟冰冰吵架了？不关她的事。好，不说不说，你好好看。